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二次函数哈，当 x 等于负一的时候，它有最大值 b 了。那他问 a 加 b 是多少？那我现在给他配方，我说负三 x 平方嘛，啊，减掉多少呢？三分之 a x。那我为了配方哈，我要呢给他什么呢？加这个多少呢？加这个三分之 a 的平方呢？啊，减掉一个三分之 a 的平方嘛，啊，加七。啊，这个呢可以完全平方，负三啊 ，x， 哦没有，这是三分之 a 嘛啊，这要一半的，一半是六分之 a 才对，这六分之 a， 六分之 a， 就这个东西必须这个是一半，所以它是减掉多少呢？六分之 a 的平方嘛，啊加上多少呢？七加多少？负三乘进去。所以是三乘以六的平方分之 a 平方，这是六乘六，三二得六，所以好，后面这个是多少呢？那他说当 x 等于负一的时候，这个呢它的那个顶点哈，就是那个顶点坐标是六分之 a， 啊跟多少呢？跟七加多少哈？十二分之 a 平方嘛。当呢 x 等于负一的时候，它有最大值 b 了，这是 b 了。那这样我就可以求出 a 跟 b 了。我就是说，六分之 a 哈等于负一嘛，那七加十二分之 a 平方等于 b。好，那这个 a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六。a 等于负六 ，b 等于多少？b 就等于七加上十二分之负六的平方，就六的平方了，六乘六，六六六二十二，二三得六，所以这是十啊。那 b 等于十 ，a 等于六，所以 a 加 b 是多少？是等于负六加十，所以是等于四。所以这题答案是四。